In this clip, get to know Yao Yao beyond her physical assets. She tells us how she felt gaining fame from her voluptuous figure, as well as her wish to try acting if given the chance. 那你还想尝试什么？除了主持跟唱歌之外，你都尝试过了，还有拍广告。那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要演戏？其实还蛮想的，而且公司也有这个计划。那最近的话是计划说，在明年的时候可以正式以专辑的方式跟人家见面，就跟大家见面。那也希望有机会的话，有戏剧的演出，或者是有电影的演出，可以让大家看到。哎，那么哎，最想跟哪位男影星合作？男影星啊。其实我每一个都还蛮想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艺人每一个演员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那我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学到各个不同的东西。对，但是我还蛮喜欢就是香港的一个港星刘德华啊。对，我希望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让你想他演你什么。嗯，都可以，而且我还蛮想要拍拍看武打动作片。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跟李连杰。李连杰，对，看他可不可以教我武功什么之类的。戏剧的 Ella 也说过，他想跟这个李连杰合作。你们有没有想？你有没有想过也跟 Ella 跟李连杰一起合作，能拍一个功夫片？这样还不错的，对。你们两个都很可爱。嗯，就是他就很搞笑，那我就可能拍儿童版的。And the 19-year-old really isn't a bimbo as some think. She does have many other talents that we have yet to know of. 那么其实呢，瑶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才华？你还没有告诉大家，还没有呈现在观众面前。嗯，其实这一阵子有在学钢琴。那我在报告会的时候也有秀了一段，因为可能新加坡的朋友们还没有看过我弹钢琴自弹自唱。对，虽然说今天呢遇到一点状况，对，但是我今后呢还会继续学钢琴，然后除了钢琴之外，我还学更多的舞蹈啊，更多的才艺，像乐器什么之类的，我会慢慢让大家看到。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是个新人，那就是还算零的阶段。对，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学会，所以我会尽力的去学习，让大家看到不同的瑶瑶。好用功的瑶瑶。哎，那么我也读到你其实是很喜欢烹饪，而且羽毛球也很棒。那羽毛球很棒是吗？因为呢，我觉得羽毛球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激烈的运动，因为如果你像一个女生去打篮球，那样被撞来撞去就很痛。对，可是看男生打篮球，我就会觉得那个男的很帅。对，所以羽毛球比较轻松。烹饪呢？你的拿手佳肴是什么？其实我没有特别拿手做什么，就是可能你讲一些菜啊，我大概都会做，但好不好吃又是一回事了。对，但是因为就是从小妈咪就说女孩子就要学会做家事，然后要学会煮饭，不然以后嫁不出去，所以我国小三年级就被逼到厨房要做事。对，但是而且我还蛮喜欢就做一些小东西，像小卡片啊那种手工的东西，所以我还蛮喜欢。哎，那么你加入娱乐圈，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娱乐圈啊，其实我没有想要得到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工作是一个很新鲜的工作，而且是一般可能很少会有机会。是，对。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贵人，然后也有很多的还不错的机会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嗯，对，所以我是其实想要多一点经验，多一点尝试，然后把自己的眼界放开。哎 ，And just in case you've forgotten.The young lady is a singer now and is really here in Singapore to promote her newest album, 爱的宝宝。那你这次来新加坡最主要就是宣传你的新专辑，对不对？对，我的写真 EP 爱的宝宝。哎，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一下？来，谈一谈跟我们观众说，哎，什么特点呢？我这次的写真 EP 呢有两个版本，那分别是我18岁比较清纯然后比较干净的一面，还有19岁比较活泼俏皮的一面，这样子，然后让大家看到两个不同的瑶瑶。那里面呢有3首新歌，然后有很可爱的音乐，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失声无客群特地帮瑶瑶量身打造的少女失恋的抒情歌，还有一首歌呢，意义来讲就是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就是我希望可以传达一些思念对我的 daddy 的一首歌，这样子。那也希望说这张 EP 里面的概念呢可以让大家就是珍惜身边的人，然后要给他们一个爱的抱抱。哎，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爱的抱抱？没问题。In the next clip, check out Yao Yao's hugging session in Singapore.